王俊凯在北京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，不少圈内好友都来现场支持。根据粉丝偶遇，谢霆锋竟然来看王俊凯演唱会了。谢霆锋一身黑色西装现身演唱会包厢，又帅又飒。在王俊凯演出期间，谢霆锋坐在座位上，跟着粉丝的节奏一起摇晃荧光棒，十分可爱认真，看得出来非常认真地在看小凯演出。而谢霆锋也晒出在现场的视频，并发文表示好看。谢霆锋去看王俊凯的演唱会真的是打破了很多粉丝的次元壁，大家纷纷留言表示谢谢霆锋哥哥来听王俊凯弟弟的演唱会，我的偶像来看我喜欢的弟弟演唱会，哎呀啥时候你开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